隻設計好撚奇計哦，專家追翁非常嘅關心。所以今日咧，所有媒體哦，謝謝設計不停，你是天意，我懂。我嘛是为了结婚孙啊，啊，阮某走无出来，即个我是唔甘啦，啊唔甘嘛无多啊，爱面对现实，没有很严重，好一点，真的再保养一下，不要碰到那个太阳就好。有人早开始要拍戏，还没，现在暂时要休息，没办法拍戏。对，我先赶工作，找到那个第三次扎西再回来哦。对我这个家付出很多，我非常的感恩。这次应该是我数，只是我要数的不是他数的，我是在睡中被他叫醒的。在救我那个最大的孙子抱出来，真的，如果说这条命是我老公把我救出来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要不他牺牲他自己来解救我们孟孙啊，真的。